各位外聊熟業，本港新增6宗輸入確診個案，兩男4女患者，介乎33至55歲，包括一個俄羅斯駐港總領事館人員。佢住嘅西灣河家亨灣第一座，居民朝早完成強制檢測，冇發現確診個案。6個人分別嚟自俄羅斯、英國、菲律賓同埋印尼，全部人都接種兩劑疫苗。 其中5個人帶有L型耳蝦變種病毒，1個人有待檢測結果，而初步確診少過10宗。